分钟，欢迎收看《奇海论坛》，我是詹璇。好，我们来关心今天星期五了。台股呢，今天现货涨了31点，收在8643点，量能哦，距离千亿量能差一点点，今天是934亿的量能。那么期货呢，涨了38点，逆价差来到了41点。好，盘是怎么观察？先请到专家了，巨阳投顾的钟进安分析师，金安老师好。好，璇一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。好，我刚刚就问，我就说了，涨好多，还会再涨吗？真的是看起来很强，不老实说，无懈可击哦。对，金价加强。没有败相。昨天师傅问我说 ：“O 不 OK？” 我说还会再涨。今天你问我，我还是这样讲。洪金老师，你真的很大胆。为什么你这样预测行情？我跟你讲，我是最不喜欢预测行情的。对，只有不会预测行情的老师才会告诉你说他会继续涨。只有那个会预测行情的跟你讲，高点快到了，你要特别小心。每天都这样，结果你从7600点上来，7900要小心，8100要小心，8300要小心。你知道现在多少了吗？8600了呢？对啊，转眼就8600，对啊，期货就站上了8600。哪一天8800的时候也是要小心，天天都买要小心，哪一天不小心啊？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来，行情姜老师解给你听哦。我先下一个标，我不要吓你哦，我不要吓你哈、哦。但是你看到那个标，你会吓到啊。好，下周一都还没有吓到你。OK， 下周一我认为，多方极有可能来一个疯狗浪。嚯、哦，要死我，姜老师，你这样子太恐怖了。哎，那个。分析坛没打完嘛？下周一我认为，姜老师认为，真的多方搞不好会来一个疯狗浪吼。这么说好了，为什么？我会解给你听。姜老师没有要吓你，姜老师没有吓你，是因为我看到某些数字，我必须要跟你分享来。所以行情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，见解真的是最重要。这么说好了，这个行情是不是谁不懂？现在是那个多方趋势，每个人都懂，但是问题是你不敢。你不敢进场做多，所以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？对，现在是一个震荡偏多的行情。如果你不敢做多的，你不想做多的，那你不要进场放空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光这个标可以保多少人的性命？光这个标哦，没有错吧？对不对？所以假设你手边还有空单的，我8200的时候我告诉你，8400也告诉你，8600我还是告诉你，真的早一点处理会比晚一点处理还要好处理。你如果不处理，姜老师真的帮不了你，你知道吗？你手边如果有10口空单的，拉起来的过程当中，你知道吗？少说2000点，好了，让你打个折，1500点，1500点，你跟我讲，你本来是在做当冲的，搞到最后面竟然破断单流仓，而且赔了1500点，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才可以赚得回来？你告诉我，你用当冲啊，1500点，一天让你赚30点好了，你要赚几天你敢知？足足到要550天，五十天对。而且你要连赢哦，了解，要连赢呢。啊，好了，不要再念你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不是懂不懂的问题，而是敢不敢做多的问题。然后呢，会行情就会让你多单抱不住，空单不想补，对不对？今天尾盘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又给你突然从8610几点杀到8588点，你觉得啊，变爆变爆，因为今嘛爆我可能爆在上观点，对不？你想一件代志，对7000到一直扭起来，一直扭起来，扭到今嘛8600点，你的问题都是同一个，就是安怎来跟你分享这句话？我觉得这个句话很重要。六祖慧能禅师，这不是在讲佛法，真的是这样。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这个方寸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你的心呐、啊，就是你的心，了解没有？一切福田都离不开你的心。你为什么你不爱甲补掉？第一，就唔甘愿嘛，对吧？唔甘愿嘛。当你唔甘愿的时候，你就熬单嘛。当你熬单唔甘愿的时候，你就加码嘛。当你加码的时候，哇，代志大条，啊不，我甲拼结算好啊。好、哦，看这个结算的时候，看会个扭得来呗。你就这样想了啊？请问一下，这样是对的吗？你告诉我是这样是对的吗？不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姜老师为什么直接告诉你说，请你记得下周有没有多方真的有机会来一个疯狗浪哦？为什么？来，我慢慢讲，你慢慢听哦。来，这个很重要，你要把它记起来。我一定会把那个逻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凭空想象的东西是最不靠谱的。来，这是引用中实电子报，好，中实电子报，好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放大就可以了。陆平等、哦、就是大陆、哦、大陆平等被调降嘛、嗯、对不对？对对，穆迪，对，穆迪先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了，穆迪这个机构了，不是穆迪先生，穆迪这个机构把它调降至负面、嗯、好，当你看到这个东西之后，哇，这样陆股可能被翁星呀，对吧？一定这样行为嘛，对吧、嗯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真的有往生吗？我告诉你，全世界最弱的就是中国股市，如果连中国股市都不跌了而且拉起来了，请问一下，你觉得你还要看空吗？来，了解吧。来，这是
运用工具所看的分时走势图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各位请那个摄影大哥帮我 tag 一下这个地方，这个叫上证五十，嗯，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0050一样，嗯，也就是说上证里面最强的五十档，对，没有错，权重最重的，权重最重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它整个画面就可以了。目前它正在 ongoing 哈，正在跳哦。你有没有发现尾盘我们开盘的那一瞬间是不是有下来之后慢慢吐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给你看技术线型哦，先深呼吸一下，按下去，这是它技术线型。你有没有发现什么？率先突破这个 W 的颈线上面的位置，也就是说。穆迪加勒穆迪嘞，我们台湾有吴当杰吴先生，对不对？对，人家对面搞不好也有啊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我要表达的是什么？现在真的是资金到处流窜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因为发了一个讯息，什么讯息？穆迪调降平等，那要去吃货还是怎样？但是从技术线型的角度来看，我认为很奸诈，他根本就不是要把它打下来，竟然是偷偷吃货把它突破新高。所以上证五十，也就是说0050的，就是五十大权之主已经突破新高了啊！你觉得嘞？整个上证指数会被带上去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下了一个标，小心下周一多方疯狗浪。如果你有空单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痛了，你真的痛了。OK 哈，好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关乎我们那个我们自己本身台股的讯息哈，来，这我就引用那个彭博社，这是那个联合新闻网的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彭博社他说的哈。鸿海收购夏普最快七日完成，就下礼拜一可能有可能鸿夏店会签约。没错，完全正确，所有的事情都挤在礼拜一啊，想弄完呢，大概熊班告惊醒了。所以下礼拜一有没有发现，礼拜五就是今天的上证指数，我已经给你解决了，对不对？下个礼拜一如果来一个鸿海 OK 了，今天鸿海已经率先表现了、哦。今天彭博社这样发表这个新闻，你知道人家夏普涨几趴吗？涨趴，涨趴。了解了，所以不要跟趋势作对，跟趋势作对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好，另外一个还有两个东风，我必须要讲清楚，还有两个东风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就是今天晚上美股的非农就业，非农就业很重要。好，第二个东风是什么？当然就是工具嘛。工具如果假设一开盘的时候是大户做多，是多方控盘，我跟你讲 ，bingo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 bingo。 但是如果大户没有做多，也没有多方控盘，我不会坚持我的想法哦。江老师搞不好会马上反转哦。所以重点是什么？你还是要有方法来面对这个行情。所以江老师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强势格局下周一真的提防多方空疯狗浪哦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回过来我们台股自己本身的一个因素，我解盘给你听，很快的就可以解完了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。来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是我们先看一下，因为今天已经收周线了嘛，对不对？来加权指数的周线有没有发现江老师跟大家分享过啦，周 KD 黄金交叉少说涨5到8周，今天是第五周，所以如果假设5到8周 ，maybe 还有3周可以期待，对不对？所以还目前看起来周线的角度还 OK 哦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一下日线级的一个角度，是不是也是仍然 OK？ 来，从日线级的角度来看 ，OK 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还是没有跌破这一条线叫十日线嘛。哦，我这一条十日线还是没有被跌破，这个惯性仍然是存在的，了解吼？好，讲完这么多之后，来，我要告诉你了，为什么姜老师下了这么重的一个标，就是因为工具告诉我，我们的散户还在做空，给你看好不好？先让你看一下筹码，这样的跳痛比较 OK 一点点。Okay. 来，我看跌吧。昨天姜老师跟你说什么？三大法人，尤其外资的部分买了144亿，对不对？今天又买了66亿，今天资金上也加进来，总共买了78亿。好，来再让你看一下散户多空的力道，我看跌吧，在干嘛？还是在空？还是在空，所以你觉得这些肉已经咬在嘴边了，你觉得他会那么轻易的把它放走吗？安内了解不？你唯一能够期待的就是政府基金到货到凶一点，就这样而已。如果政府基金跟国安基金到货到的比较凶，它就会涨得比较慢，不代表会崩盘哦，只是涨得比较慢。安内了解哈？所以所有的筹码真的是站在多方哈，所以其实真的很清楚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当冲哦，今天的当冲完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哈，工具其实真的还不错用，真的还不错用。当你看完之后，你真的对于姜老师有跟你说过，现在的一个行情是不是会让你多单抱不住，空单天天有希望，对不对？空单不想补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明明知道他这样子在搞你，你应该怎么做？变聪明一点点嘛，来给你看哦，这是跟屁虫交易法，好不好？要看懂价量关系。来，今天那个高低点的价差，早上低点8548，然后尾盘的一个高点叫8618，所以高低价差70点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总共结算下来是涨了38点。你看到、哦、你如果空单你不补的话，假设你有10口，你又多赔了380点，
380点。所以其实我常说过，一个分析师的价值跟一个工具的价值，其实我常自己臭屁一下，是无价的。为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你的操作资金有多大？你的操作资金如果是只有两口小台，我的价值就有两口小台。但是如果假设你操作的资金是200口大台，我的价值就是200口大台，就是这样。安利了解不？所以方向真的不要去改，这改对干啦、啊，你跟趋势做对一点好处都没有。OK 哈，好了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工具的画面哦。来，多空双方都有空盘，对不对？大户有没有发现？又是大户，全部都是大户在搞鬼，全部都在做多，散户在干嘛？散户还在做空，所以这也就为什么今天工具会慢慢的往上吐，慢慢往上吐，而且尾盘呢就杀下来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大户又没有翻空，有没有发现大户有没有翻空？没有啊，这跟昨天是不是一模一样，异曲同工之妙？有没有？这是3月3号的走势啊，杀下来的过程当中，大户还在做多，散户仍然在做空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光吸纳筹码，你在盘中的时候有没有注意看一下？你在做当中的时候，你真的要 看一下逆价差。逆价差高达50点的状况，50点的逆价差，你觉得你空你会赚得到钱吗？我再讲一遍哦，逆价差50点，也就是你空下去，如果明天结算的话，你就已经先赔50点了。你觉得你这样做空会赚得到钱？才有鬼嘞，了解不？所以你把工具的画面把它搞清楚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来，这是3月3号，为什么姜老师跟你讲说下个礼拜一真的很特别的重要，大户在做多，散户在做空。今天呢一样啊，大户在做多，散户在做空，而且还多方控盘。还多方空盘，所以今天的 K 棒的排列就是长这样。所以姜老师做什么动作？很简单啊，他竟然会让你多单抱不住，空单不想补啊，你就把多单抱住就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不要被洗掉嘛。洗掉的时候要重新再追回来就很难追了，真的会非常会很难切入，你懂意思吗？了解没有？所以今天姜老师做一个动作啊，的续报就这样。就去吧，就这么简单，想了解后。所以如果假设你的操作怎么操作怎么不顺的，我的看法还是这样，那表示你的心乱掉了。其实真的这一路上来的过程当中，来我跟你分享这个逻辑，工具真的很好用，真的。来，我再用工具的画面给你看咯，看完之后你就知道。来，这是加权指数的一个 K 棒，我们来玩一个几率的问题好不好？假设我们从这个低点上来的过程当中，有没有？我们算看看喽哈。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总共20天，对啊，你每天都拆空，每天都拆空，每天都拆空，你到今天是不是还是赔钱的？对，对嘛哈。好，那如果真的你真的很神准，你今天拆空啊，明天就开始崩盘了，那你对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想一件事情，你错20天，只对一天，这个几率会不会太低了啊？了解没有？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拆多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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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多，好了，那明天失败好了，你失败只有明礼拜一不，明天不可能失败，明天放假，明天放假，礼拜一如果失败好了，对，好不好？那你的错误的几率是1/20，所以说穿了，每一次只要趋势很明显的时候，我都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敢做多的，也不要放空。每一次我都这样提醒你，结果你还是空单在手，神佛下来真的救不了你。我真的，我已经尽力了，能够听得懂的就听得懂啊，听不懂我马不哈斗啊，了解不？所以如果你乱掉的时候怎么办？把你的心拉回来，呼呼为颠来，好不好？呼呼为颠来。让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，为什么每一次只要遇到趋势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一般散户朋友都会大赔出场？你只要把心静下来，你就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。六祖慧能禅师说的：“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”你现在只是乱掉了，不是你看不懂，看得懂。工具已经秀那么多天给你看了啊，你应该看得懂才对啊。只是因为你不甘愿，心哪不甘弯不，你都放不下。人家不是说心要放下嘛，对不对？洪强老师放下好几百万呢，啊，如果你不处理呢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处理，那几千万那怎么办？了解不？行情没有人看得准啊，只是告诉你说现在是多方趋势啊。结果你看，从7900、8200、8400、8500、8600，我都是讲同样的话，我都没有改变过嘛。你看我的也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只有有一次是8200到8400，它是一个区间，就我有喊过一个长空短空，就那个时候而已。除了那个时候，我都跟你秀红 K 棒嘛，不就是这样嘛？哈，所以方法不对，我还是一句话。真的，请你退场观望，不要再做了，好不好？投资是要让你的生活品质变好，不是要让你紧张兮兮的。好，你看到你每天留空单，不管你留多留空都一样，每天紧张兮兮的。现在已经收盘了，你再看德国股市怎么开盘啊？德国股市收完盘的时候，你又再看一下道琼怎么收盘。那道琼收盘完之后，应该连续放2天的假日，玩完之后又没有心情出去玩，啊，这样对吗？投资不应该是这样哎，投资是应该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应该很开心的事情才对哦，好不好？所以方法不对，还是一句话，请你退场观望，否则好好运用天然的上好，简单的上好啦，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，剩下的还是那一句话，请你按表操课，按表操课两个层面，
按照今天老师告诉你的资金去控管好。第二个，什么讯息你就做什么动作，不要加上自己的想法。如果你加上自己的想法，你做不来啦。真正是安尼，沿路起来的时候，你嘛听来讲，哎，高档到了，那边也高档到了，那边有疑虑，这边有疑虑，不是这样吗？而且我每天有疑虑，每天都创新高，啊，到底要怎么做，你都很清楚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静下心来想一下，姜老师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应该运用 K 棒的颜色来帮助你判断多空？对。好，不过我们看起来哦，这一波涨势有人说是有人一直在买，加上呢热钱哦，现在全部都跑来台湾了，所以立刻看一下筹码面的变化。好的，热钱哦，你真的有时候真的要，因为大家都在 QE， 你知道吗？现在就是。这样子缺产品让他买，你知道，不然他可以把全世界都买下来，都是热钱嘛。这边也 Q， 那边也 Q。我连刚刚中国大陆，我已经跟你讲，连穆迪调降平等都没有用，哎，给他创新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呢，就是钱啊，不是钱，就是货币嘛，货币太多了，到处买嘛，就是这样。搞不好下一次有没有就是黄金了，搞不好下一次就石油了，你不是看着好了。好来，我们看一下筹码来。三大法人总共买了78.6亿，当然就偏多了，这无需要再解释了，就偏多了。好，期货的部分 小增加了213口，所以金多单还是34000，这个部分还是中性看待，因为它掺杂了国安基金的一个筹码在里面，会看不清楚。好，选择权的部分由多转空4000多口，由然后多单的话平仓了3400多口，所以这样加减减已经不到60000口了，所以就稍微中性，或者是中性偏多一点点，一咪咪就可以了，因为毕竟还是不到60000口，所以就中性偏多一些些。来，不过热血越来越大了，刚刚还在跟编辑台的一个妹妹跟他讲说，啊，这个要下什么标？超级多，超级无敌多，有够多，真正多，超多，真的超多，我真的不骗你。put call ratio 是怎么来的？我再唠叨一次好了，好不好 ？put call ratio 怎么来？就是买 put 的人，就是 put 的未平仓量，比 call 的未平仓量还要多。也就是说，在期货赚不到钱，他就去买 put 嘛，所以 put 就会很多嘛，很多的话这样除下来嘞，不是就是分子比较高所以数字就越来越大，所以看空的人很多你觉得嘞？看空的人那么多，结果价格一直往上涨你敢丢？对，你了解吧，不要跟趋势作对哈。来，那散户多空力道已经跟你分享过了，对不对？28.7，当然就是中性偏多了哈，因为毕竟散户还是在放空，还是那一句话，散户如果没有空翻多，或者是把空单回补，我认为这个行情真的不会止住了，真的不会止住，因为是外资买的你看得清楚，真的是外资控盘嘛，不就是这样哈？来，最后我们还是要看 K 棒的颜色，其实 K 棒的颜色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，你看。如果假设你有手边有多单呢，你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要说在这个地方处理好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快一点点，你在这个地方你处理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地方大概是8100点哦，那你现在拉到8500点，也就是说8600点，这样的价差是500点。如果假设你有十口大台的话，你又省了多少钱？十口大台500点是省了5000点，真的，姜老师没有概念，真的是这数字就是如此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从那边报到这边的。我今天我们再不要跟他讲啊，了解好。所以第二阶段，姜老师就把大盘的日线及 K 棒跟大家做交代。对，好，我们看到股票部分哦，今天呢其实还是守稳在8600之上了。这时候有人说，一直在涨啊，涨不停，好像什么买股票都会赚哦。加上最近有所谓的补涨行情，类股也在轮动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赛马理论有没有赛马送出去？好的，有的啦。而且今天要把所有的赛马公布嘛，对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那姜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公布？来，我跟你讲，28本赛马理论为什么要跟大家公布？因为公布完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整理的画面哈。公布完之后会有29版本的赛马理论要跟大家分享，所以28版本已经结束了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哪些股票又冲出去了。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导播帮我上两档股票。第一档叫6238的胜利，讲多久了？光听名字就超胜利，对不对？今天又涨了4.24%，真的很胜利，真的很胜利啊！来，5289，来。5289，对不起，是5289，不是5269哈。5289一定盘中的时候还差一点点要涨停板，结果尾盘的时候杀下来，但是它还是涨了4.05%。所以啦，我请问一下，金老师选的股票全部在这个地方，那我们看下大电视，全部在这里，我把揭牌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你一定想说，金老师啊，这个选一选的话，到底行还不行？来，我跟你讲，这14档股票里面，就只有一档叫做4130的建雅，真的是比较落赛一点点，真的，因为整个生技股被拖累嘛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其他的都 OK。为什么？来，我一一打给你看，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金老师要这样选股。很快的 review 过，你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金老师选股就是这样。你会发现红 K 棒的真的居多。来，我慢慢打，来3289的怡特，为什么选它？把就看嘛，怎样要选它，对不对？来4971，对不对？4971的 FIT 有没有？也还是维持高档震荡。6415的 F 系列维持高档震荡。2485的兆赫有没有？是红色的 K 棒嘛？为什么选它嘛？对不对？4426的利勤
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假设你真的在28版本你真的拿到的话，最起码你不会太掉漆啦、嗯、哦，真的不会太掉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另外一个8436大江，有没有？虽然生技股不是真的很好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它也还好啊，对不对？来4130的建雅就真的比较掉漆，真的有变成蓝 K 棒、哦、唯一14档里面就这一档股票必须要跟大家承认哦，简老师又不是神，不可能每一笔都 OK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3293的星象 一路的创新高，来今天6238的胜利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又涨上来了，对不对？3552的等一下哈，3552的同志，我最喜欢讲同志，我就讲到同志就觉得有一种 feel， 就是同志简老师你怪怪的，好啦，就是那个名字而已啦。来我们看一下5289，好，来5289的什么，来宜鼎，对不对？今天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最后一档，好，不是最后一档，6290的良维，3105的稳茂，有没有？为什么选它？很棒啊，2355的晋鹏，好，全部 review 完了。所以请问一下为什么选它，知道逻辑的，对不对？想当然一定是红色的 K 棒才选它嘛，我总不能叫那个选蓝色的 K 棒让你去压嘛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方法真的可以很简单，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，28版本的赛马理论已经全部功成身退了。下个礼拜建安老师要选出29版本的赛马理论，还是那一句话，要选就选最强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做股票就是这样，不要行情结束的时候嘛，人家回家鬼你本币啊不好啦，了解不？所以下个礼拜建安老师就要全部选好。所以最后还是那一句话，方法不对退场观望，否则你心断掉的话，跟你分享这句话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现在不是你看得懂或看不懂，现在真的是多方趋势，是你敢不敢的问题。如果你不敢的话，就退场观望，否则还是那一句老话，好不好？好好运用天能的雄鹤，肝胆的雄鹤啦，把 K 棒的颜色真的把它准备好，剩下的还是那句老话，请你记得按表操课最重要。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，真的静下心来想一下，是不是应该运用 K 棒的颜色，运用赛马理论来帮助你操作股票。对，好，我们先休息片刻，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一个36000平方公里的小岛，蕴藏着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。那是台湾人质朴和乐观的沃土，认真与逐梦的精神养分，让姿态多元又富有创造力开出遍地花朵。台湾的美不该孤芳自赏，台湾的好值得被看见。三立是台湾人的电视台，从本土扎根向国际延伸，为台湾打造一个舞台，替世界开启闪窗。三立秀台湾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。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。02-2506-6808，开春换新床，岁岁都平安。来床的世界，旧床换新床，最多现折20000元。韩碧楼专用床，月付1650。床的世界智慧床，月付3700。满额再送纽西兰纯羊毛被。看心理，花季就名称方桂明。起来，床的世界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。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麦当劳超值早餐只要39元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。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
发极海论坛来看到今天期现货是同步上涨做收的，那么究竟今天的当冲从工具面怎么看待呢？再请教建安老师。好的，建安老师教你，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它会让你多单抱不住，空单不想补，对不对？那你抓住这个东西之后，你就看大户就可以。来，那你看一下，这是台指期的十分钟的 K 棒哈。我解释一下，开盘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，收盘是在这个位置。你有没有发现走得很震荡，对不对？但是基本上还是脱离不了是上升的一个格局，跟昨天是一样，也是很震荡。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它多单抱住，死抱活抱？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发现大户在做多，大户在做多，连续两天啊？你有没有发现散户在做空，散户在做空？有没有？所以我们在从盘后的筹码，我也跟你讲，现在散户多空力道是放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很明显的嘛，他明明就在洗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时候你就给他抱好就好了，不就是这样吗？那如果假设你做当冲的，那你就做多，然后快进快出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样了解齁？所以那江老师已经有跟你交代，江老师今天的一个做法，就给他抱住，不要乱动啊，不就好了吗？好，了解齁？所以方法不对，就请你退场观望哦，好不好？方法真的不对，不要硬撑，莫硬盯啊，盯场上面没有比较好处哦，所以好好的运用天然的雄鹤，肝胆的雄鹤，真的把 K 棒的颜色给他准备好，剩下的还是那一句话，请你按表操课最重要。所以静下心来想一下，江老师讲的有没有道理？对，确实啊，江老师这样说，绝对不要来跟盘势作对。那我们来看到，现在已经涨了这么多了，这礼拜周线已经大涨了232点了。那么下礼拜一之后，关盘重点如何呢？好的，关盘重点就是那两个，还记得吗？不知道对不对？下个礼拜工具的一个画面嘛。第二个当然就是今天晚上的非农，非农很重要。美股的非农就业数据，对，没有错。当然最重要的，下礼拜用得到了多空交战的点位8.5x5、哦、差点念出来，8.5x5。那姜老师，那你这样有梗哦，感觉好像是好了。如果猜得出来，我就服了你，对不对？8500x15点，下个礼拜一8:40之前啊，8:45之前，姜老师会公布在盘中教学。还是那一句老话，魔先碎掉哎，你了解多少哎？对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这礼拜台股气势如虹，周线大涨了超过230点。那么今天下礼拜之后，期间会盘势如何？请持续锁定极海论坛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